好的，各位久等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要迎来我们今天晚上红毯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酒后多时，所以请大家准备好你们手中的摄像机、手中的手机。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我们今晚的两位重磅来宾，让我们欢迎百丽国际形象大使许魏洲先生，有请他的品牌合作明星齐薇来，有请二位，欢迎，欢迎两位，红毯有请。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请将签字笔准备。来，我们的李小姐，工作人员请先将我们的签字笔递给两位，欢迎二位。来，舞台中间请。那其实今天晚上我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环节，那么在我们的红毯结束之后，我们将会邀请大家来到我们三楼的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陈列室当中，在那里我们的盛总一会儿会继续跟大家见面。同时，我们今晚的大秀到底会有哪些精彩跟大家去拭目以待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来，我们的周周和七哥准备好了吗？我看到现场有很多粉丝，对吗？那个七哥的粉丝举个手。三人组吧。我们周周的粉丝呢？在哪里？在后面是吗？正面对吗？好的，没问题。那一会儿呢？你们心目中的最大最大的 idol 出场的时候，我希望你们给他一点鼓励和尖叫声，好吗？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好的，马上就出场了。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百丽国际形象大使许魏洲先生与他的品牌合作明星齐薇，欢迎二位，有请，欢迎。来，我们红毯中央请两支铅笔笔先交给我们两位今晚气场十足的两位明星。来，舞台中间请。来，我们来到了舞台中间，在最中央留下二位的大名。来，我先把这个舞台交给你们。前面让一下了，前面蹲下，我们一起记录下现场这个瞬间。好的，来，工作人员帮忙收一下。前面蹲下。一位呢是作为我们的形象大使，一位是作为我们的品牌的合作明星。那今天晚上对于我们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期待？来来来，我们往中间走一点。七哥，站好这边。要不我们这里可以吗？往边上来一点。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简单的采访一下二位。首先第一个问题，对今天晚上有怎样的期待？要不我们还是那周周先吧，女士都让你了，来来来来，那周周先。啊，今天特别期待啊，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然后呢也感谢百丽国际的邀请，然后呢也见到了漂亮的齐薇姐。我觉得啊，今天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我们都非常期待。那齐哥呢？可以叫你齐哥吗？可以吗？好，来来来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话筒交给您。今天很期待，知道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然后也很期待看等一下那场大秀，因为很希望看到现在的流行元素灌注在品牌的理念上会有什么样的绽放，很期待。然后，周周因为之前也在看他的综艺，然后觉得哇，听说他今天会有特别的表现，超期待，真人非常帅，但是不是第一次见他了，其实见他，今天终于说到话了。好的，那今天晚上我们的大秀到底会有哪些惊喜？一会儿我们内场见，好吗？谢谢两位，谢谢。来，我们到我们休息室稍事休息，我们先拍一下照片。来，我们先把话筒拿一下，工作人员。前面往后一点好吗？来，面对我们的镜头。来，好，同时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两位领导，欢迎我们的盛总，欢迎李良先生，在我们的红毯前，与我们的品牌合作明星。以及我们的形象代言人来一起留下一张合影，来，有请，我们一人一边吧，好吧。来，面对我们的镜头，来，每一位准备，三二一，来，我们照顾一下各方的镜头，辛苦两位，同时也辛苦我们两位领导。好的，三二一，谢谢，谢谢。谢谢各位，那
请我们思睿在我们的休息室稍事休息。单人，来，我们稍事休息。来，我们的经纪团队可以稍微带一下。好的，来，接下来有请戚薇面对我们的镜头。好，给各位媒体朋友5秒钟的时间，5 4 3 2 1。好的，谢谢戚薇。来，工作人员请来，有请到我们的休息室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场内见。谢谢周周，谢谢七哥。那进行到现在呢，我们的红毯秀到这里就正式的告一段落，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活动才刚刚开始，我们一会儿大秀场内见，不见不散。门铃啊，就是在墙上的门铃，不是单独的。
怎么了？
花色的。假的？这钱什么？我看看了，我要黄金马的，我特敢转上来。你看这钱，钱什么？每张钱都这样的。真的什么？这什么钱呢？每张都这样了，这钱啊，我不敢要了。我没看。这钱怎么这副样子的呢？我怎么敢要啊？我没看。你看一下你，我要去找公关了，吓死我了。还有这种道理啊！哦，这光牛嘞！钱是真的，假的。哦，这怪不得这光压得一塌糊涂。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our fashion show tonight. To be noticed, please switch your mobile phone to silent mode.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I wish you enjoy our show tonight. Stay tuned.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来到百丽国际联合天猫欢聚举办的百丽国际欢聚会暨2018秋冬新品发布会的现场。接下来时间，烦请各位来宾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大秀即将开始，请您拭目以待。待会见。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my own media friend. Thanks again to coming our fashion show tonight.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百丽国际联合天猫花俱乐部举办的百丽国际光驻飞机2018秋服新品发布会现场。接下来时间，请各位来宾再次烦请您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大秀即将开始，请您拭目以待 ，Stay tuned。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our fashion show tonight. Our show is about to start in 1 minute. 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百丽国际联合天猫花俱乐部举办的百丽国际欢聚会暨2018秋冬新品发布会的现场。我们今晚的 fashion show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就会正式开始，请准备。
would say that he was obsessed and it was okay.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our fashion show tonight. 尊贵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秀之夜。你们开心吗？ Alright, 欢迎各位，我是一涵。My name is Arrows. It's my great honor to stand here in presence of this amazing show for all of you.站在这里为这么一场非常充满灵光乍现的创意，同时也有非常非常大对时尚的热情的时装秀为大家主持，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同时在座的有这么多的帅哥美女，对吗？那么接下来时间，我相信大家都酒后多时了，我们要有请我们今晚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秘来宾，我们的当红偶像，让我们有请百丽国际形象大使徐蔚超，有请，欢迎。话筒，来话筒这边，来这边请，欢迎欢迎欢迎，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周周。大家好，我是神秘偶像。大家好，我是徐蔚超，很高兴见到大家。哇，非常非常帅气，而且我知道近几年其实有关注你的动向，我知道近两年你有经常受邀出席我们的时装周，那可以说是各种风格的服装，包括各种的不同的款式都能够轻松的驾驭。那今天这么多的贵宾，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平时你自己倾向于什么样的风格？其实呢，一般分场合，然后呢，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隆重非常开心的一个我们的百丽国际的欢聚舞会，所以呢，今天呢，我的搭配呢并不是这么严谨我希望就是有一丝的轻松，但是呢，又不失这个绅士的风度啊。我选择了像我们这个。看到这个鞋子啊，百丽的鞋子啊，百丽的这个西装，这个西裤，其实这一套的搭配呢，也是希望能够休闲一点，然后呢，也可以展现男性的风采，休闲的同时又不失正式，而且同时能够保持绅士风度，对不对？说太棒了 ，OK， 那我刚才啊有在后台，通过我们后台的直播屏有看到。看秀看得非常认真，那我现在来考考你，刚才哪一个环节或者哪一个瞬间哪个 moment 你觉得自己印象最为深刻？其实每一个瞬间都印象很深刻。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那个舞团上来的非常动感的那个穿这个白色运动内衣，然后有这个穿那个运动鞋的，我觉得非常动感，也一下子打破了这个整个我觉得一般来说就大家看秀的这个印象，一般可能觉得看秀就是坐着，然后模特走这个模特步从前面走过去，但是今天我觉得能把一个今天能把这个来，我们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舞步是吗？对，刚才这个摄像老师要展示一下我们的舞步是吗？没错没错没错，今天的这个新品发布会能做成一个舞会，我觉得非常的有新意，也非常的有诚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 OK， 那刚才的秀啊，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多我们2018百丽国际的一些相关品牌的一些秋冬的一些新品，那刚才有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服装和鞋子？有没有？好像好多基本都是好像老板就高跟鞋吗？那一会儿周周接下来呢，简单问一下，那今天我知道就是对粉丝为你搭的衣服还满意吗？满意啊，今天有非常多的就是周周的粉丝来到现场。有吗？好像没有啊。哎呀，好了 OK， 那接下来呢一样的一个小问题，那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就是那这一次呢我们百丽国际呢也是和周周一起为粉丝们准备了一个小惊喜，知道这个小惊喜是什么吗？接下来我为大家来揭晓一下，好吧？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淘宝向天猫的官方旗舰店的客服发送“许蔚周约约你跳舞”，这句话是 cue 你们的哦 ，cue 你们的哦，你们约吗？好的，只要有这句密令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份神秘惊喜。那同时呢，今天我知道有周周刚刚在红毯当中有偶遇的一样的是我们的神秘巨星。的偶像来到现场，神秘巨星啊，没错。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的品牌合作明星齐薇，让我们有请，欢迎齐哥，有请。来，欢迎齐哥，来，欢迎请 C 位有请，来，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一个麦克风上来，来 ，Maria， 好，
手中再次彰显你的绅士风度。来，我们接下来有请戚薇跟现场这么多朋友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晚上好。欢迎各位 ，OK， 欢迎戚哥。那很难得的机会啊，能够见到两位同台，而且据我所知，两位好像都是练武之人，那个舞是舞蹈的舞哦，舞蹈的舞。而且两位据我所知都参加过武林大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的经历好。戚哥刚上我们 Lady First 女士优先。小的时候学过，然后之前参加武林大会是一个非常悲痛的记忆。刚才我还在跟周周聊，我说因为我刚刚出道的时候也参加过武林大会，然后但是那时候工作实在是太紧张，所以只有两三个钟头给我练武，然后在彩排的时候我就整个人摔出去，我就更紧张，我就觉得怎么办，我等一下比赛我一定会死得很难看，然后我这个人很要面子，我觉得哎，我不能让自己死得痛苦并快乐的，因为他会很跳舞，然后看到周周在参加新一季的武林大会，真的跳得超好，顺炸了。哎，现在有 Q 到周周，那我觉得七哥你的敬业精神真的让我很佩服。那七哥这个外号是不是这么来的？就一直以来非常坚强，是吗？对，我是男的。太佩服了。那周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的经历。七哥说你帅炸了。对，其实跳舞对我来说一直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兴趣爱好啊。然后呢，我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后来因为学业就放弃了啊。我是跳拉丁舞的，因为学业放弃了，这一次重新参加大会，重新拾起舞蹈，我觉得特别开心。然后呢，在舞台上也留下了很多这个又累对吧又苦，但是呢也有很多甜蜜还有很多这种为了努力对吧得到成果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美好的。我觉得周周真的是正能量偶像哦，真的是。而且我觉得是不是练舞的话身材都会非常挺拔，我觉得周周还有七哥都非常非常挺拔，就是你们的气质都好像跟常人不太一样。那今天我相信台下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不会跳舞的，不会跳舞的举个手好不好，来举个手好不好。 OK， 那今天你们有福了，因为今天在现场的话呢，我觉得两位舞王来到现场，我们现场要不要来我们简单的示范几个动作好不好。我觉得七哥先吧，我们示范几个女王范的 pose 好不好，可以示范一下。还有这个环节啊？没跟我说悄悄加进去。 OK， 所以是要 pose 还是来个 pose？ 你可以来五步吧。然后其实我 pose 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很满足了。对，就是女生最简单的，比如说像我今天这身穿搭，从头到尾都来自我们百丽集团。然后我刚刚还在跟盛总开玩笑说，你看我今天的鞋是秀款哦，因为刚才这款鞋我注意到，对，对，我注意到，对，就是踏踏品牌的第一位模特走出来，我今天就是秀款，然后今天选择了很漂亮冰冰的衣服，然后小皮裙和一个 T 恤的搭配。但是如果说你看他如果要是看不到你们 T 恤的这个样子的话，会比较的，就是全黑。但想让它层次出来，有一个方法。哦，是这样。哦，这就是你的女王范十足。哦，这个脚往前伸一点，让这个前面的视线延伸起来。OK。有一个这样的。OK， 我们现场摄影师的在疯狂的闪他的闪光灯。OK， three, two, one, the queen is here。好，女王范十足。就像憋住不笑。原来还有这个小窍门，好，大家记住了。好的，那接下来到周周喽，我要 cue 你喽，对，到你来展示一下了。哎，我觉得其实之前周周为我们拍摄过贪心的视频，跟大家展示几个当时拍摄视频的时候 pose 好不好？当时好像跳的是拉丁舞里的牛仔因为那个牛仔其实很快的，它都是踢腿，哇，动态的。我是说这个都是踢腿，所以没有什么定格的 pose。没有，刚才你那个 pose 我就觉得很厉害了。这个如果刚才有手机的话，应该大家会记录在手机里做微信表情包。对，我做一个最后的这个整个视频最后的定格的 pose， 好吧？开心啊，很欢乐我看我都说不出来。那个 pose 这样，我
我给那边比一个好不好？给那边比一个 ，OK， 那送给你们了。好的，好的，非常开心啊！那谢谢我们的七哥，也谢谢我们的周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秀场，无论是从我们开场的大秀，到我们现在在我身边的我们的帅哥美女两位明星，都和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有一个非常非常近的距离。这是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个沉浸式的看秀体验，希望大家喜欢。那接下来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两位。我刚才呢就是有看到两位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现，那之前我就听闻周周有学拉丁舞的原因是因为看到一双亮闪闪的舞鞋，同时我也听闻我们的七哥是一个穿着高跟鞋奔跑的女王。哎，考一下两位，你们认为鞋子在一整身的搭配当中它是处于一个怎样的一个角色？我知道两位都是 fashion icon fashion leader 意见领袖，来跟大家分享。刚才是七哥先的，这次周周先回答好不好？对，就是我跟拉丁舞的这个渊源呢，就是因为当时小时候看那个比赛，拉丁舞比赛，里面的这个舞者都穿着一个拉丁舞鞋，拉丁舞鞋不都是亮晶晶的吗？亮晶晶的舞鞋，所以我当时就跟我妈妈说，哎，妈妈，我也想穿这个鞋子。我妈说，你想穿这个鞋子，你就去学跳舞。后来我就跳了好多年，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鞋子，拉丁舞鞋、皮鞋对我来说也是小时候的一个情怀啊。我也因为一直有这个印象啊，所以我觉得鞋子在整个一个搭配里面，应该是点睛之笔。点睛之笔，对对对，点睛之笔。哇哦，说得很棒哦。那七哥呢？我很同意周周的说法。然后对于女生来说，这个鞋子除了是点睛之笔之外，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更多的要实穿，然后要时髦，然后要舒适，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其实一双好的，在场应该很多人都看过《流星花园》的漫画或者是电视剧之类的，当中静学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女生需要有一双好的鞋，因为好的鞋可以带你去到更好的地方。所以我一直都希望自己会有双好鞋，我也很喜欢买鞋。但是因为鞋嘛，每天24小时也没有24小时，就是10几个小时都要穿，尤其我们拍戏，其实有可能会站一天。所以我希望我的鞋是舒适的，所以我希望我的鞋是百丽国际的鞋。好的，谢谢。我不管什么代言啊，一直在我们打 call， 谢谢谢谢谢谢。那刚才的我觉得七哥说这句话，我觉得要再一次火遍网络了，可能大家都已经淡忘了那句话了，那现在可能会再一次的火遍网络。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说有一双更好的鞋才会，女孩子一定要有一双很好的鞋，因为它可以带你去到更好的地方。大家想一下掌声好不好，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太棒了。而且不光是女生，我觉得男生可以吗？每一个人。哇，好的，说得太棒了。OK， 那我觉得整体搭配的话，有一双有灵魂的鞋子，那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同时呢，以鞋类品牌起家的百丽国际，这一次啊，也是以鞋为主角，进行了全线产品的换新升级。我们发布了2018年秋冬的新品系列，我们希望再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时尚体验的同时，也传递一种对于新生活、新事物保持好奇、敢于尝新的贪心的。所以你们贪心了吗 ？OK，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需要两位来一起来完成。我们要有请我们的两位领导，有请百丽国际鞋类事业部总裁盛放先生，有请执行董事李良先生，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工作人员帮我们两位明星收一下麦克风，我们来合影。来，工作人员李小姐，好吗？稍等一下，来，我们把我们麦克风拿一下，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四位可以稍微站稳一点，然后我们的媒体朋友请捕捉一下瞬间。来，我们先照顾一下中间的镜头。Ready， 哇哦，好 ，OK， 我比个心好不好？来，给镜头比个心。我们先照顾一下中间。好，最后3秒钟，3、2、1。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两位领导，两位领导我们可以请落座稍事休息，谢谢谢谢谢谢李总，谢谢盛放先生，谢谢。那我们俩还没有结束哦，我们还没有结束哦，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环节。那今天现场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其实这个环节呢是我之前一直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需要两位
非常非常卖力的配合，而且其实是给现场的粉丝发放了一个福利，因为我们跟领导拍完照片了，但是我们活动主办方希望两位明星能不能借用一个道具自拍杆跟现场所有的粉丝们拍一张 selfie 呢？你们要吗？来，有请。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和现场所有的来宾一起来完成这张照片。哇，我来看一下。好，工作正常。那接下来有请两位明星，我们来到我们的舞台的最边边，来这边请。同时我们需要小可爱一下，来，我们需要好的，来，有请周周。来，我们先从中间开始吧。我们今天有三方观众啊，所以辛苦两位，我们可能需要三方的拍一个。来，我们先让两位拍一个，我一会儿去跟粉丝那边去拍。来，面对我们的镜头，我们观众，你们如果手上有心的话，可以一起比个心。来，准备三、二、一，好的，辛苦两位，来我们这边请。因为今天的话，我们有三方观众，也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和平时很难见到二位的粉丝有一个零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接触，辛苦二位了。来，我们照顾一下这边。来，一样的，周周辛苦你喽。周周今天是我们的摄影师哦。来，好的，长臂欧巴，来准备三、二、一，你们的心呢？好的，最后一边，最后一边，好，哇，拍上你们。好的，最后一边，来有请，有请二位来到这边。我觉得全场把掌声送给两位好不好？今天真的是，你们比他们舒服很多哎。好的，来有请两位明星来这边请。这边呢是我们媒体朋友的区域，来，哇，我们还有灯牌，厉害了。来，我们一样背过去，这是最后一张喽，所以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举起你们手中的心，好不好？来，准备喽，三、二、一，好的，谢谢。来，工作人员帮忙收一下自拍杆。两位明星，我们先回到舞台中央。来，二位，齐哥、周周，我回到舞台中央。希望大家在刚才那个环节当中，都有把自己帅气美丽的脸蛋露出在我们的镜头当中哦。到时候照片说不定会找到你们自己的脸蛋，很难得的一个同框的机会。好的，那么现在呢，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我相信今天晚上大家都玩得非常的开心，但是时间过得很快。为了让这个夜晚更加美妙一点，我为大家精心准备了 after party 在二楼，大家一会儿可以去玩。那最后，我希望全场的各位领导、我们的媒体朋友、我们的粉丝，还有我们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员，再次把掌声送给许魏洲，送给齐薇，谢谢二位，谢谢。来，可以稍事休息，来有请，谢谢二位，来有请，非常感谢二位。那么女士们、先生们，进行到现在，我们今天晚上的百丽国际欢聚舞会暨2018秋冬新品发布会到这里正式圆满结束。在这里要再次感谢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粉丝，以及在直播平台当中关注我们现场活动的所有的朋友，一起见证我们的百丽国际欢欣助礼，谢谢各位。那同时呢，现场所有的嘉宾、我们的媒体朋友以及我们的粉丝，可以从你们座位右手边、我的左手边的方向离场。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配合，同时祝愿大家在我们楼上的 after party 玩得开心。我们下一次活动不见不散，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